沙威面，心中意乜嘢？自己拣。中意乜嘢自己揀。帶出的信息是我們每天日常馬來西亞公民所有的生活習慣，即是我們 每天都會接觸到那些粒麥、點心、沙威麵，都是我們馬來西亞人最愛的食物的。所以至於那些粒麥為何會侵到沙威麵呢，就是我們平常原有的原汁原味的那些粒麥比其他一些未食，亦都係未食嘅，加於那斯拉媽會變成一啲連細路哥都唔想食嘅嘢，所以我哋就希望帶出嗰啲信息，希望那斯拉媽會更加做得原汁原味，跟翻以前嘅方式嚟處理呢啲咁樣嘅食物，會更加帶出我哋馬來西亞獨有嘅食物。我哋嘅馬來西亞嘅風味。大家好，我是羅天全，我的角色是馬董。這次我的感想是能夠清楚地表達一些不滿的事情，甚至華視呢也要知道他們投訴無門，包括他們掛布條也不允許。希望能夠通過這個短片帮你们表达一下。我扮演他的母亲，我叫宋姐啊，然后这个是我的女儿，叫做小朋友及刘敏仪，所以我跟他很好的默契在里面，就所以在这部戏里面我们就学习到什么东西都好，给小朋友一个好的选择，什么东西就好，问过他你喜欢的什么，给他多一点空间想一想，选择是什么，要的是什么，不要的是什么，我们不要勉强他，这样子咯。我的名字叫张杰丽，我扮演的角色是款姐还有 CC 嘴，然后我的角色里面就是没有什么对白的就是煮到来就拿给顾客吃，是饰演一个静静不敢出声的那一位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Ricky Song。我依次的这个微电影入面呢，我是饰演一位老人家。我很开心啦，幕后工作人员都有邀请我参与这个演出。都很开心咁样能够将我哋关注的事呢好幽默咁样呈现给大家。多谢。其實我是老人家黎偉強，在我們實施這個短片我很開心認識到大家這樣去做這個短片，很多謝我的導演、我的配作、工作人員，大家配合都很開心。我是阿嫩，在這位角色裡面我是飾演這個姓李的，他叫做馬之李、有那斯兩麥，有炸麵，亦都有點心，中意乜嘢就自己揀啦。陣間係咪我哋一樣咧？我哋三個人會轉身，跟住轉翻過嚟就輪流介紹自己攞住手上嘅係咩嘢嚟嘅。跟住我哋會一齊攞住個 deadline 就中意乜嘢自己揀。好，跟住後咧你就問阿女，你要唔要那斯兩麥啊？然後你講要，擠低那斯兩麥啦。跟住問你又問我要唔要點心啊？我擠低點心啊。跟住最尾嘅時你問我係咪炸麵？阿女講不要啊，不要，跟住佢就會拎走炸麵啦，全身恐怖輪啦，拎走炸麵，跟住老人家就大家一齊行上嚟，跟住我哋嘅就重複版我哋嘅 tag 拉仔，中意乜嘢自己揀，好冇 ？OK， 好，所以我簡單，全部大家成就。